还有那个。OK。然后就可以把速冻保存了。今天零下十度，出门需要勇气啊！我们今天晚了两个小时上学。车子来了。Yes. Okay, now listen again. Same thing. Now daddy have 6 apples. 来婆婆家吃饭，婆婆马上要回中国过年了。他们下个礼拜回中国过年，所以呢这个礼拜带孩子过来。妈妈你说呢？等长大了。Jump. I'm jumping. There you go. What's that? What's that? What's that? 冰酒啊。你快上去了，我靠！大姨放的我来饮咩？你又是饮？快来！哎呦，我老烦了。的丝瓜。哎呀，都这样。快点一口，他说伤心，怎么？看着挺绿的。对，不过都没有那么重了。哦，瘦一点。啊。你后面你看不？你看不？这一点，那9.5。啊，你喝了之后我开了。哎，很小。No， 开车都不要喝酒了。我就不会啊，我不会啊，这红肉就走啊。加拿大的冰酒。转一转可能可以。他没有那个开酒器。那没有怎么办？只能是这样子开了，也开得出来。他吹下去。弄掉呀！不要跳了，不要跳了，你再跳到手了，不要跳了，不要跳了。来，不是大杯小杯，是那个酒太少了，一口就没了。在过年，八个菜，一二三四，不是过年，过年六七八刚好。你说这个鸭子是自己做的吗？自己做。哎，所以他这鸭子可能是提前先做的，对不对？早上做了，早上一起来就做了。清蒸的馒头，对，这也是清蒸的，这也是清蒸的。然后这西洋菜呢是汤里面捞出来的，还有红烧的这个虾。那他自己养的。哦，刚刚我婆婆说她那个回国了，她的那个姐妹养了十几个鸡，自己养的，家养的鸡。养了好多，她给我十几个。哦，她养了很多，不止十几个。在哪里啊？在厂里养的咯。一厂里面。他就是那工人吃剩的饭嘛，就可以那个吃了嘛。那他老板那么好，给他提供场地用的，就不需要那个了嘛。你爸爸收起来了，哎呀，好多，好棒！十几个鸡，天天吃鸡。我说，每一次都没有给鸡，我们这一次回去全部给完我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回去要？他养了那么多鸡，一年一个嘛。哦，你们出来十几年没有一次，哦，一年给你一次，一次给完，完给你们。你那么多兄弟姐妹的话，你也都是大家一起吃了。一天两只鸡的话，其实烧出来一下，那是一顿两只鸡。对，一顿两只鸡，其实一人夹几块没有了哦。我回去，我叔叔要回去，还有一个弟弟。你叔叔在哪里啊？香港那个。哦，香港的。我弟弟要回去。那个大的弟弟要回去，哦，还有六姨那个小的女儿要回去，哦，他说六姨小女儿，阿丹，阿姨小女儿，还没叫阿姨小女儿，六姨啊小女儿吓我一跳，说错了，
你怎么今天把那个鸭腿给吃了？不是给孩子吃吗？他不吃不是。啊。I said get down, Ethan. Annie, Annie. 来，穿上袜子走了。Come here, come here.带着娃出来滑雪。妈妈，不能干。哦，好。跟弟弟一样的，弟弟抱着你来，是 ，You hold it。弟弟怕不怕？弟弟，不怕。弟弟不怕。上去，上去，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先。先这样。I will stay with you. Annie, 你只要把这个手紧紧的抓在这里 ，OK。Annie, 弟弟 sit down with you. OK, I'll sit down first. OK.坐我家弟弟有去弟弟 Andy 现在轮到 Andy 了。You're not gonna move. Okay, hold it. Okay. 弟弟不要下去，弟弟不要下去，跟着妈咪一起，弟弟跟妈咪一起，你不要下去。我老公重一点，你知道滑得慢，那些小孩轻的一下就呼呼的下去了。刚刚第一圈的时候，安妮还有点害怕，现在第二圈她都不怕了。没有这样子的，弟弟。Steady, go! Go! 好了好了。附近附近。在我们家乡，这个过年呢有做鱼饼啊、鱼丸啊这些传统，你那边有吧？没有。有些地方还做鱼糕哦。这我都不太清楚，但是年年有鱼。我们拿大盘子吧。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头给取一下。蜘蛛侠，你的脚怎么了？ Hurt. I'm a doctor. 我是医生。我对你那么舒服啊？我给他弄的。哦，你给他弄的。先试一下用厨师机打。盘底呢，抹一点油。哇，白白胖胖。我们在我们家乡还在炸一下，用那个菜籽油炸，炸起来就是金黄金黄的。味道够吗？够了。我大概做了二三十个吧，一盘一盘的。丸子。蒸了10分钟以后，然后煎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放速冻保存了。我们这个是为我
科鲫鱼很火呀，吃到过年都没问题的，放在速冻里面，到时候就切片，可以再红烧，也可以这样蒸起来吃。还有那个，如果那个鱼肉用不完的话呢，或者一次性不想做那么多呢，可以就是分成一块一块的放在速冻里面。拌了调料，真的漂亮，就是醋、白胡椒粉，还有一些六婆。好漂亮耶，妈咪！漂亮啊！这是我最喜欢的调料，全部放进去来了。我老公嫌弃我吃太多了，他说他那个碗少了。这个汤也很鲜，我试了一下。